正是因为人不断地对自己的否定，我觉得世界上才会有那么多的艺术家创作出那么多让你感觉到很吃惊、很震惊、你意想不到的那种艺术作品。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不满足他自己，他总是在否定他自己，不断地一步一步地在往，永远地在试图超越他自己。永远试图超越自己，从新疆乌鲁木齐的孩子一步一步地超越自己。陈建斌的演艺路坎坎坷坷，并不像他想的这么顺畅。面对不受赏识的十年等待，他知道有一些时刻呢，必须要沉潜直浮，更要懂得顺势而为，借力使力。但是隐藏在心中那股文青魂却从来没有消散，这就是大陆一线演员陈建斌。也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